哇，我们运讯网观众朋友大家好哦，这个真的是意外的惊喜。现在在屏东的海生馆哦，人潮并不多，也许因为呢目前的时间呢已经呢是这个4:50了。好，然后呢我们在这一刻刚好遇到呢我们屏东海生馆的这一只明星，就是我们的白鲸啊哦，在大家的面前。其实这个真的是很奇观哦，因为要看到这个景象很难得。你看这是白鲸哦，这个我们在屏东海生馆对不对，所有的文宣上都可以看到它超可爱的模样哦。你看一下，哟哟哟，你好 Hello how are you are you ok。 其实白鲸哦是非常通人性哦，那也很孩子气哦。我们现场呢就有呢观众在跟他玩哦，其实白鲸就一直走过来。哇，是是是，这只白鲸，而且这只白鲸也会表演，你知道吗？它现在哦，在那边休息了。Hello, how are you? Hello, what's your name? Hi, baby, good boy. 哇，我们像观光客一样摸着它，你知道是不是很巨大？而且白鲸很喜欢接触人群，你知道吗？哇，真的，所以大家都很压抑。你可以去摸摸它啊，哦，摸摸白鲸。哇，小朋友，这只白鲸好可爱哦。哇，他是屏东海生馆的明星呢，哟哟哟，你看呀，他那边有水，他一直在跟你玩。Hello, come here, 来了来了，哟哟 ，good boy, 哟哟，超可爱，他就一直在这边回旋着，你看一下，哇哇，真的，好可爱的白鲸哦，哇，是又回来了。白鲸又回来了，又又又又 ，Hello， 是是，哇，你看一下，他一直望着这个水槽那边，因为那边有水波，他是在玩。你看一下，哇，在跳舞了，妈妈他在跳舞了。你看一下，这才是白色的呢，白色的和这白鲸，哎，真的在跳舞了，哇，真的超卡哇伊的，对不对？英文叫 cute，c-u-t-e cute， 哇，真的是非常的惊喜哦，真的非常的惊喜。好，来，我们来多了解一下白鲸。白鲸呢，它是亚鲸、齿鲸、亚目一科的鲸科哦，意思是没有背鳍的白色海豚哦。白鲸是一种白色的海豚，会发出多样的声音，有海中的金丝雀之称哦。哇，白鲸的成年白鲸大概 0.4-1.5公吨，体长大概3-5公尺哦。出生的白鲸重大概80公斤，体长大概1.5公尺哦。这是我们的白鲸，哇，所以白鲸本身是白色的海豚哦，好可爱哦。哇，是我们也看了现场有观光客哦，赶快也拿起呢这个手机哈，来拍摄了这个白鲸的这个可爱的模样，因为这真的是很难得的一个画面哦，就是呢我们屏东海生馆这是白鲸，哇，屏东海生馆呢也可以说是屏东哦最有名的一个呢观光景点。每天呢也都吸引了来自呢这个各地的这些观光客哦。当然呢来到屏东海生馆必看的就是这一只呢我们这么可爱的这个白鲸。它就像小朋友一样的哦，哇，在那边呢一直呢这个玩耍。Hello, 呦呦，你看它的头已经钻到里面去了。Hello, 哇。超压抑的惊喜哦，真的，哇 ，Hello， 呀，我们要离开了喽，来跟云炫宝的观众朋友道别一下 ，OK，Are you ready？Hello，Yes， 你看他听得懂哦，好 ，Say hello，Goodbye 了，好，我们云炫宝，姐，汤炫目前呢在屏东海生馆为你做的采访报道。